这次来当动保员稽查不计牵绳的小可爱们，这不计牵绳还想反击啊！遇到的人虐待动物该如何搜证举报？随意弃养动物的罚则？动保员收入秘辛大公开！另外，野鸟被不当饲养，捡到野鸟该怎么做？宠物鸟遗失怎么认领？没人认领如何认养？那就开始我们今天主题：一日动物保护检查员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，今天我们来到一个神圣的地方。现在在我身旁是维护爱与和平的使者，促进动物福利的守护员黑桃事业。其实这位才是我们真正的神拜平均。常常听很多人说动保处都不知道在干什么，而今天呢，动保处有非常非常多的职务等着我去体验。我们今天就来体验精神分裂的动保员工一天吧。菜皮巴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来接电话，像我们来这边痴痴的等电话打来，就这样等待，喂，动都那个台北市动物，不行、啊。动保处救援队，你好，被进取。不知道什么鸟啦，倒在路边啊，你们可不可以来救啊？那你的位置在哪个地方？大安区新路四段这边。状况目前是怎么样？倒在树下来。我想请教您手边有没有什么箱子，先把它装起来吗？出门买东西，我们总会带箱子。这样子是吗？他会不会晒成干呢？尽快过去处理可以吗？那、你们事后回个电话吗？就是看一下情况，我们再跟你联络好吗？哦，好、就麻烦你们了。啊，谢谢。没有留到电话号码。啊、我没有，我忘了问你。你忘了问人家电话？我怎么跟他联络？天啊，救命啊！请大家记得留电话。电话刚几分？那就59。突然接到有通知说，我们要去接动物，我们就毫无用武之处。你们可以教他做事啊。像我们现在就是有收到一个案件，有一只鸟受困，然后挂在3米高的树上。听起来好像外送员的生活，接单之后就开始跑。对对对，这样子。然后有各种备注在下面，哎，请帮我放在外面楼梯上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有很多真的。接到任务就直接杀出去。3分钟。对啊，我们上了这两个。要带一个废物去。啊，废物菜皮巴。不过在即将抵达之前，却发生意料之外的事。那只被线勾住的黑冠马鹿已经在3分钟前被救下来了，鸟飞走了，蛮常发生的。沿路等待新案子的途中，到达了新的地点。谢谢。应该不太好。返回动保处，来到兽医室。会来我们这边的鸟类大概有分三大类，第一大类受伤的鸟类，第二大类雏鸟、幼鸟，第三大类宠物鸟。哦，对，这只是8月11号被民众拾获的玄凤鹦鹉。那来看看你们刚刚救援回来的动物。那我们会看一下这个翅膀的状态，它有没有骨折，肱骨、股骨一直摸过来，这边它这边的翅膀是没有骨折的。那我们接下来进到宠物鸟，宠物鸟也是民众常会送来我们动保处的。鹦鹉是一种很聪明的鸟类，它们很容易自己把笼子门打开，它就飞走。收到宠物鸟，我们也会帮它做像刚刚的那个检查，就会在动保处的官网进行公告。如果说都没有人来，你会帮你去？饲主没有来找到它的话，公告7天。之后会开放认养。如果有鸟丢掉，想要领养鸟的话，赶快关注网站。那希望大家帮鹦鹉上电话环，可以直接打电话就可以联络到饲主。好的呢，现在我们被指派了一个任务，我们要把2只受伤的鸟类转送到我们台北鸟会救伤中心。那我们现在就到里面去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吕嘉基，先看一下他们的状况。哇，好小哦，好小哦。对对对，那像它羽毛已经都长好了，脚也是会抓住我的手指头。这个就是小朋友在学飞啦，不小心跟妈妈走散了。那如果说它看起来活力都还好的话，他应该就是学飞的小朋友，不小心跑到我马路上。就是我会建议，就是把他移到旁边安全的角落。像这种的话，他会叫妈妈。那其实他到了安全处，然后他叫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可以观察看有没有成鸟，关照他。所以你这算是把他绑架走吗？对啊。妈妈，大概等多久？40分钟到1个小时。真的。今天看到一只麻雀，我先在那边看40分钟。因为成鸟他们其实是会来来去去。这个小孩跟妈妈也分离了时间多久不知道。下一只白头翁。哎，头不白。小朋友为什么头不白？因为不老。就是他们小时候都要丑丑的、暗暗的，因为野外会有猎食者嘛。对，他们小时候不显眼这样。对，不显眼，保护色。大了之后，他的一些特征才会慢慢的显现出来。像这种，如果他停在我们手上，他也不飞走的这种，我们就有点怀疑他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养过他。哦，可以养吗？还是不行？不能养了，其实算有违法。他们到一个程度大了，不可能会站在我们手上。就让他尽量回归他的天性。那现在还有办法回归原本的样子？需要时间，可以。就是我们对，你看，他想要停在人身上，他想要停到人身上，对，你看，
对，这样其实很危险。我们这边鸟类其实我们都会先把它限制在一个笼子里面、嗯、那因为我们也是比较好清洁管理，它会跟我们保持一个友善的距离，它们出来会怕，像这样才是合理的。对啊，它要野放嘛，所以我们要让它不要跟我们太亲，不能跟人有依赖性。常被捡到的都是哪些鸟？雏鸟，光光的，脚没力，蹲在巢内的。它到了一个阶段之后，脚有力气了，站在巢的边缘、哦。还有个巢。对对。然后这羽毛已经覆盖身体了，这个就是幼鸟。这个阶段是最多人捡到的。就是脚已经有力了，就对。对。会往外跳。对，它可以小飞、平行飞。这个阶段就是鸟妈妈就开始离巢，带着它流浪。它会在户外独立过夜。独立过夜。然后国中都不行。鸟妈妈天一亮，它就会来昨天跟它约定的地点，会来这边跟它会合。但是它还没有到说自己觅食这个阶段，自己觅食。其实有困难的，晚上的时候他会跟他分开，早上的时候再跟他会合。哦，妈妈还会再带便当来给他吃。是的，在等便当的时候就被我们带走了。对，观望他到底需不需要我们的帮忙。他如果说都看起来很健康啊，成鸟都有在旁边，那其实我们只要说把它放到附近的高处，但落到地上，他要冲到树上，这个能力不行。哦，捡到野鸟该如何处置？你捡到鸟，它在野外，它有可能撞击内伤，或者是它有可能有肠胃道的问题。不是说民众好心留就是不 OK， 是因为它有可能有很多的原因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鸟类的食性很多种，这只就是赤腰雁，空中捕食，吃虫的这样子。居落的五色，像它的话，它们就会比较偏是果实啊，它们也会吃虫。就是鸟类，它们因为演化，它们在各种环境，所以它们就是演化出各种的食性、嗯，所以鸟类很复杂，可能会造成错误的喂食，延误就医。台北鸟会日程，民众送来伤势严重的斑鸠。刚刚民众送住警斑鸠过来，那现在情况是有点严重，是吗？民众放那个老鼠夹，伤势有点严重。真的很严重。哇，太严重了，脚都断了啦。头还能动，还蛮强大。对啊。这个是什么地方？没有，就是它的那个树囊前面整个一整块皮吗？对啊。它掉下来了。会很常接到被夹到的吗？第一次哎，都是放粘鼠板。建议大家户外不要使用粘鼠板捕鼠夹。改为捕鼠笼且放在老鼠必经的路径上才有用哦。另外，如果粘鼠板粘到动物，请铺报纸、撒面粉，不要让羽毛再次沾到粘胶。赶紧打1999寻求帮助。也是白头翁，不太怕人，对不对？会飞到人身上，有人养过的。会飞到人机车上，然后就跟着我飞。因为像这种野生的话，不可能会这边没有毛。这个通常都是关笼，关笼撞是吗？对，撞到这边秃毛。我们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，台湾其实看得到600多种。常会被鸟大便砸到这样。对，可以来我们鸟会参加一些活动。欢迎关注我们鸟会的粉专，让我们一起来守护野鸟。那接下来就再回到我们的动保处。现在是下午3:30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输重案件，狗狗没有系牵绳的话，它会乱跑，有可能会咬伤人。台北市政府都有强制规定，狗狗出入公共场所都一定要系牵绳。本次稽查重点包括有没有系牵绳之外，还有以下3点：一、有没有做宠物登记；二、有没有做绝育；三、有没有打狂犬病疫苗。它那个就是我们的宣导的红布条哦，很显眼的。对，牛头梗哦，好，可以了。哦，老板不怕，你好棒哦！老板几岁啦？9岁半。哦，看不出来。那你的精神很好。老板是小女生哈，有结扎了吗？超棒的。他最后是打狂犬病疫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去年7月吧，今年还没打。超棒！提醒您一下，狂犬病是法定传染病，每一年要帮他做补偿施打。年底的时候会有免费施打的活动，有需要他可以。没有需要。好，谢谢您，真的。现在呢，要换我出击了。叮当，叮当哦，这么可爱哦！好，那有金片啊？他的牵绳呢？没有带来，没有那个。哦，够保住了。对。好，没事。不会乱跑。担心狗狗发生危险，对啊，因为狗狗跑出去，对，那路是要不要系牵绳？这个动保法规定是人为管理及追踪，它没有人管，所以它不归动保法管。好。
啊，杰克，男的，男生，结扎了，哦，结扎了，九个月结扎，哇，今天刚好一岁，哦，今天刚好一岁，生日快乐，他好活泼哦，现在已经有打过狂犬病疫苗了吗？都打了，有两次组，主人最好是牵着他跟他一起奔放这样。听说现在市面上有是像伸缩牵绳这样的设备，哦，它其实可以让狗狗有很蛮大的一个活动空间。最后来到大家最想问的动保问题，遇到人虐待动物该如何搜证举报？动物虐待伤害案件分两个，那第一个就是当饲养，第二种呢就是真的就是虐待动物，可能不管是打骂，狗证的部分先把它拍起来是最有力的证据，所以没有办法拖。当然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可遇不可求，就像你说有人在打狗，你在旁边就给他拍，下一个被打可能就是你。那当然有些人会还蛮厉害的，行车记录器哦，真的很好用哦。这个人很奇怪哦，那个人哦，啊，你逆向啊还放狗哦，神经病！哎，他是不是把？他是不是？不要了，不会吧？哎，丢狗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记下车牌。其实如果真的有原因无法饲养，请先主动替宠物找下一个主人，若一直都找不到，则可寻求动保处协助媒合。乱弃养动物会处3万到10万的罚款。自己平常就是口袋插着，然后镜头露出来，然后就镜头露出来，然后就开着这样走。直接证据比较不能取得，间接证据我会看到一只受伤的动物，你去看医生，告诉你说它是什么样的伤势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器具，证人的证词啊，收集其他的间接证据，推测为什么会有你的指纹，还有狗狗的血迹，对对，你们好像那个动物界的刑事组。是救回来之后，哇，天哪，这是狗吗？对啊，这是它的腰哦，你以为是头吗？错，这是腰，头在这里。它有四足，对，在路边呢，它有四足。对，它有四足。好的，那我们收集完证据之后，我们要跟谁检举？当然就是各县市动保单位或打1999都可以通报检举哦。大家最八卦的成为动保员的科系跟薪水，需要的科系通常看当时缺什么人才，兽医、畜牧、生物、动物、警察、消防、犯罪防治、法律、心理、社会工作、新闻大船，薪水落在34000到40000之间。没有细牵绳的稽查，我还需要去管，比如说饲养照顾不当啊、弃养案件、虐待伤害案件、野生动物的一些保育工作，所以这个其实。好的，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动物救援队的藤原拓海。啊，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？因为在开车时看到没系牵绳的狗在马路上走。他刚刚在走斑马线的时候没有系牵绳，他是没系。现在没系啊？他一直都没有。还去尿个尿还是没系啊？你要现在开车去拦他吗？没有啊，真的假的啦？那我们今天一日动物保护检查员圆满顺利成功，大家今天都还蛮平和的，吓死我，内裤都湿掉了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